在我身后的这座教堂里，现在传出的是时下最流行的由韩国歌手赛带来的《Gangnam Style》，似乎与教堂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。那么，下面让我们走进这座教堂，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婚礼，其实这是波士顿的一群年轻人在这里模仿《Gangnam Style》拍摄波士顿 Style。所以在《Gangnam Style》里面，我扮演了一个 gay 男，我会去抢婚，但是我去抢的是新郎，然后我会被新娘各种扇耳光啊。还会被新郎亲。在 MV 里面还会有一些穿插的片段，就是我的丈夫同时拥有着我还有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男人，所以就是一个很纠结、很搞笑但是很讽刺的这么一段婚姻剧。这个视频将在波士顿的各个地标性的地方拍摄，包括了中国城、 TD Garden、 Copley 广场等等。编剧金玉恩说，希望能够让观众通过视频就可以了解到波士顿的风土人情。这支来自纽约的制作团队表示，这首具有波士顿风格的《Gangnam Style》融入了非常浓厚的波士顿的文化气息。视频大概还需要2到4周的时间制作，他们希望视频在播出之后可以得到很好的反响。美国中文电视驻波士顿记者叶涵报道。